太白山西至三百里，百妖齐聚，称之西岐苍州，一统人间妖族八百余年，是与世无争的禁忌之地。娘亲，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出西岐啊？外面坏人多着呢，等你长大了。哎，凤姐姐，青梅，此次下山还可顺利？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叛徒，着实狡猾。对了，天道宗弟子最近频繁出动，必有阴谋，不得不防。正道之首，忠于皇室。弟子确实没看到师兄的踪迹。青丘，你说的都是实话？是的，掌门。这弟子怎么花枝招展呢？天道宗现在的品位都这样了，我跟踪错了？阁下为何藏头露尾？年纪不大，脾气不行。此人还算有点本事。小美人，要不要下手这么狠呢？你说谁小美人呢？姑娘到底想做什么？差点把我的脑袋都给削下来了，不给个理由说不过去吧？跟踪？你管这个叫跟踪？如果你不发现，就是跟踪了。是我的错？纯属失误。不用掩饰，勇于追求不是坏事，做人自由自在才好。你不会以为我是喜欢你吧？姑奶奶见过的美男比你吃过的盐还多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弟子啊？这么伶牙俐齿要你管啊？谁家的小辣椒成精了？我还是换个人跟踪吧，这个人太烦了。再见。似乎有妖气。妖孽，站住！招魂不取，血色鸳鸯，让我好找。
终于找到你了。又是你多管闲事。原来他也是来捉血鸳鸯的。此鸳鸯今日我便要清理门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修为只有一成。只有一成也足够降妖除魔了。好笑，你就是妖，又想的哪门子妖。因为情伤杀了那么多新娘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乐意。我真后悔养了你这么个畜生。傀儡虫，不好，这些人怕是救不了。打我的时候不是挺无奈的，现在怎么如此狼狈？是他。青恒是谁？这么念念不忘。青恒，邢上人，本公子叫廖香，我救了你。你叫什么？哪家哪派？你怎么报道的？哎，还有，青恒是谁啊？你有病啊！对了，那死鸳鸯呢？跑了呗。傀儡虫无药可救，为何对那些死人留情？少动手动脚。我饿了。嗯，等着我。我衣服呢？不会是这个混蛋。小辣椒。辣椒你大爷，我叫千霜。好，千霜。辣椒滚进来。怎么了？很难看。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因为你之前的审美有点与众不同。随便你吧，哪吃饭啊？这小少年在吃方面品味倒也不错。啊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带了个丑八怪出来的。我丑吗？你眼瞎了？的确有点美人风采。算你有眼光。最近又有恶妖作乱了，我看肯定又是稀奇妖咒放出来的。哎，希望大人物们赶紧把这窝妖吞了。就是就是，表面上互不侵犯，其实一窝坏。喂，难道有一个恶妖就证明所有的妖都是坏的吗？如果这里有一个恶人，那么你们都是恶人吗？哎，怎么说话的？不好意思啊。青霜，你为何要帮稀奇之妖说话？因为他们从不主动害人，还会除恶妖。你也觉得我是胡说？我只是好奇，西西真的会杀妖吗？会啊。他们是同族。人可以杀恶人，妖为什么不可以杀恶妖？我承认，你说服了我。我没想说服你，我只是认为，这世上的好坏，从不由他是什么而决定的。他所说的，与师门所说截然不同。可为什么惊觉的？十分有。我睡哪儿？有本事你上来啊，道貌岸然的臭道士。怎么了？朱木说既然下山了，为何不回去看看？知道了。怎么哪儿都有他？真巧啊，又见面了。
大哥，能别跟了吗？我只不过是顺便经过罢了。还真走了。今天真是清静的，有些不自在了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走了吗？这叫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我已经查到了血色鸳鸯的下落了，走吧。打开你的脏手。早一日抓住他，便能早一日还东周百姓一个太平。那抓到以后呢？以后你想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绝不多做纠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残害无辜，你罪不可恕。若我西岐，修行皆为自己，不可滥杀无辜。小妖在画什么呢？鸳鸯啊。对不起，姑姑。若想救青歌素来黑风谷，只得一人前来。我女儿被黑风老妖抓了。你先别急，小心有诈，我去找人。管他有没有诈，我总要把他端了的。黑风谷的地形图拿到了吗？快去找青鸾，我直闯黑风谷，青哥就拜托你了。独臂怪，又想自取形辱了。还好没事。阿天，百年未见，风采依旧，哪怕只有一成修为，你还是这么猖狂。杀了你，我就可以重新成为妖王。偷袭还被反杀的废物，那一记正妖印的滋味很不错吧？我修为不足一成，你又好得到哪里去？他的妖力不断震荡我的经脉，仅仅凭这把妖刀还是不足以将他击杀。可恶，难道要那般吗？天道中来得好。他的弱点是手臂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修为不够。闭嘴，你们闭嘴吧。廖香，就是现在。没事吧？死不了，我们走吧。死我也要拉你垫背。秦叔，小心！廖香，你给我去死！为什么这么莽撞？师兄从小体弱，中此妖毒，只怕还不过七日，都是你害的。左山上的火莲可知百毒？你疯了！火莲可是由四大妖王之一的雪狼镇守。他真的去了吗？放开他！不吃不喝，全靠妖力飞行。也要四天才能到祖山，更何况祖山还有净空禁制。不可以泄气。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廖香，坚持住，等我回来。擅闯祖山者，死。
受了。我该怎么开口？其实有女儿也没什么，多可爱。干坐着做什么呀？阿娘，阿爹，别乱说话，你娘还没同意呢。阿爹偷亲阿娘的时候，阿娘也没有同意啊。我下次问问。叫我出来做什么？送给你。你是妖对吗？从酒馆开始我就有些怀疑，直到你取回火莲我才确认。求谢火莲，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？为了救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喜欢的人不能失去的人。拿去吧，代我向冰封问好了。是，我是西岐之妖，你想要杀我？我想要娶你。你也介意人妖之别吗？什么人与妖我不在乎。公子何等身份，为什么喜欢这个有孩子的女人？为什么要用有孩子的来形容，不是可爱的呢？其实青哥是我收养的。我很喜欢他，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我一直想问你，青衡是什么样的人？跟你截然不同，安静、清冽、温润，一个完美无瑕的人，也是一个最狠心之人。反正当他是个死人就行了。哪里完美？他没抓住你这么美好的女孩子，他至少眼瞎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不美好的。你觉得自己不美好？可我见过的所有美好都与你有关。今天不哄的美人一笑，我就赖着不走了。那你可以走了。我才不想走呢。自己变强大，才有选择的权利。闹够了没有？滚！师兄修为又精进了。青丘，我要下山了，我不在，保护好自己，谁欺负你打回去。他是妖啊师兄。那个我做的菜可能不是很好吃。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蓬莱、江南、大漠，天涯海角也随你。生儿，我才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他不过百年凡人，而我们才能年华永驻。我不在乎。来这里做什么？
去试试就知道了。好看吗？有美人兮，美人叹息。索拉，这帮人气势汹汹的，想干什么？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将军这一路辛苦。七叔，我先离开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。我不认识什么太子殿下。